佢覺得雖然冇分天氣，冇分任何滋潤度，但係其實係有分唔同嘅成分、唔同嘅功效、唔同嘅質量。日本胎盤佢覺得其實係佢系列嘅王牌之一。咁呢一個佢覺得係咩特別呢？佢裏面係不含化學物質，不含研磨劑，係比較溫和嘅。佢覺得裏面含有咗個鯊魚同埋美容精華，所以同時佢覺得仲可以將皮膚提升最高狀態㗎。我一齊嚟睇下佢嘅質地。首先咧，佢有啲特別嘅，一樽一盎咧，呢個係一個膏狀嘅去角質啦。咁另外呢支咧，去角質水啦。點樣用呢？要兩支一齊用。首先面乾嘅狀態，咁我哋要全面塗勻，用手都得嘅，薄薄一浸，最近眼部嘅地方就避開啦。跟住再攞頭先嘅份咧，我哋要擦頸啦。跟住咧，我會攞埋份量咧，做埋呢個肩部。跟住咧就要即時拍上呢支去角質水，直接拍上去。即係你而家咁樣數咧，30秒到啦，1分鐘啦，咁其實佢已經開始乾，半乾狀態咧，我哋就可以推佢啦。係會超滋潤，你一路磨你都唔會覺得鞋啊，同埋佢唔會傷害我哋嘅角質細胞嘅。洗完面翻嚟啦，可以俾大家睇下，係白好多，同埋好爽，好舒服啊！油性肌膚呢、這個溫和去角質咧，你可以一個星期做2次或者5日做一次。咁乾性肌膚咧可以7至10日做一次嘅。胎盤去角質真係同一般嘅去角質係唔一樣。咁當然啦，一分錢一分貨，佢真係貴過其他去角質少少。做完去角質咧，皮膚特別易吸收嘅。這個時候你可以做多次舒緩啦，俾多次水分佢，亦都可以咧即時去做呢、這個。清黑頭，因為做完去角質，皮膚特別易清黑頭噶。仲可以做啲咩係最適合嘅呢？就係、是、按摩啦。而家係冬季啦，有抗皺滋潤嘅按摩咧就最適合。咁按摩咧有分要清洗，亦都有一種咧係唔需要清洗嘅。咁今晚就太夜啦，我咧換完膚之後做試下個唔清洗嘅先。